野牛冲锋枪被加强了，加强了射速。现在射速加了 16%， 秒伤 damage per second 简称 DPS， 秒伤变高了。UMP45 DPS 是500，但因为野牛有53子弹，所以在这方面已经胜利了。所以我以后还是用维克多。